开门吧。啊？什么？太现实的人类啊！你们太现实。什么？钱都备好了。为什么知道我有钱？钱都备好了，出来拿呀，塞不进去啊！这样，我们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Room service, room service。你们知道我手里有多少钱吗？五个呀！太简单了，我都会说。胸大无脑。哎，不，没有。我先说三个行吗？塞不进去呀。这儿可以，这儿哪儿啊？哪儿？你打开让我们看看哪儿啊？底下是大理石啊。啊！好嘞！好，拿走，吃饭走，睡了。我们吃饭，走了，吃饭了，吃饭，走。